小泽塔只是不小心撞倒了蛋仔小王子，结果其他小蛋仔都非常生气，他们以为小泽塔是故意的，成千上万只小蛋仔追着小泽塔，不知道是想要做他一顿，还是要把他吃掉。吓得小泽塔拼命逃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喊着：“蛋仔小王子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你的足球而已啊！可是小蛋仔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还继续源源不断的复制出更多的蛋仔，一眼望去起码有20000只吧。他们疯狂的追着小泽塔来到另一个地图，小泽塔已经累得完全没有力气了。奥利给，奥利给。 我的小舅舅，我的天哪！他们居然把小泽塔也变成了蛋仔，原来又是贝利亚这家伙搞的鬼！哈哈，小泽塔，欢迎来到我的滑滑梯闯关大挑战。要是能通过我这一关的考验，我就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。这么高，我不敢滑，这也太可怕了，我的脚都软了。蛋仔小泽塔吓得连忙退后，可是他不小心退到了旁边的滑道上面，一个没站稳，叽里咕噜的就滚了。 下去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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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吧，我再划一遍，小蛋仔们，你们都给我加油打气哦！3、2、1，冲啊！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耶耶耶！耶什么耶呀？都中午12点了，还不起床，又在做什么白日梦啊？早上好啊！